由 Double Vision 与 NTV 7合作，耗资300万令吉制作费打造的重头电视剧《情牵南洋》，一众演员包括李明忠、吴天宇、吴维斌以及王淑君等人出席了6月10号举行的记者会。当中，希希克吴佩奇因为无法抽离角色，而在记者会上失控痛哭。当你投入在这个他们的世界的时候，你真的会晚上会一直做噩梦，梦见他们。可是现在我没有在梦见他。然后像是可丽就说，可丽就跟我说，他梦见婉约跟他说再见。真的是很伤心，你知道吗？情牵南洋是继情牵南苑之后另一部讲述华人先辈从中国到南洋扎根为生活奋斗的电视剧。男主角李明忠为求演出逼真，还手持真刀上阵。我试过好几次投入到我整个人都在发抖的，就比如说要去现代化讲是叫 Pat 摇的时候啊，就带着兄弟要去砍人的时候，那时候真的进入状况，感觉到拿起那把刀，那个是真刀来的，道具组他给我们用真刀，那拿着那把刀的感觉真的是很棒，就不是杀人的感觉很棒，就是拿着那感觉入戏很棒。在剧中饰演戏子，吴天宇积极练习越剧，为了投入角色，他还与尤凤英建立姐妹关系。在越剧的时候，妈妈就跟我说了很多他们那个年代的一些越剧的 culture， 然后他也跟我说了很多很多的故事，所以那时候因为我每天的那个时间都是在看越剧，很自然去到片场的时候，我觉得在服装啊造型的那个改变之下之后，真的还不是太困难去投入。我有尝试就是去打开跟他之间的那个隔膜，因为毕竟我们都是同样是选美出身的，但是没有什么机会去碰面，因为加上我自己其实是最小的女儿，然后我就尝试一个姐姐的身份去给她多点的关心，然后多点的照顾那种这样，所以我有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跟其他演员之间就是再建立一个更加好的关系。由于蔡珂丽饰演哑巴角色，没有对白之余还有许多哭戏，难度非常高。她也坦诚自己在剧中爱上希希克饰演的角色。对，我喜欢大庆，我不是喜欢蔡珂丽。真的，我不是，我是喜欢希希克。就是爱情的时候呢，我真的是百分百的爱这个人。但是看的时候呢，我不可能变成你吧 ？OK， 也可能有40、30吧。OK， 我本现在没有了。第一次参与电视剧演出，前主播吴维斌努力寻找相关照片寻求灵感，他也非常难忘病死的那场戏份。至于梅姐尤凤英则表示紧张。那我自己本身呢比较难忘的就是演林文生他后期病死的时候，为了那场戏呢就一直在想象说一个人临死前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您演前一天还有拍摄当天还有接下来的两天，就那3、4天的时间，情绪的确是有受影响的，就是整个人会觉得很 down， 然后就好像真的很绝望的那种感觉，就好像真的是一个人要临死前的。围绕着奋斗史、教育、爱情及友情的电视剧《情牵南洋》即将在6月14号起播，众演员接受访问时也对收视率充满信心。我们只是希望这部戏播出了之后呢，可以得到很多的好评，就让观众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我们的戏可以带来很多不一样的观感和回忆。那我也想呼吁，这部戏呢其实可以让观众看到我们华人我们的祖先怎么在这边挨过来，那也是希望这部戏会有跟大家有个共鸣啦，希望大家支持。我对这部戏很有信心哎，我觉得就算是可能成绩没有预期中的好的话，我相信我们大家心里面都已经觉得很满足很实在了。无光时社采访报道。